お。哦，盲盒，谢谢。这是什么呢？舞蹈魔法师，请抵达商场，以 popping 作为暗号，找到舞蹈高人，分别在咖啡厅、健身房、扶梯完成舞蹈快闪。三个快闪，你要寻找舞蹈高人。我不要找，我要看着窗户，窗户你看那么好，真的要找吗？真的要找。他们长得什么样子呢？这我不能告诉你，就是要让你去找。他们可能都会伪装。是在这里。找到舞蹈高人，这个要怎么找呢？是你吧？舞蹈高人，你是？喂，你好。你看起来很会跳舞的。不会。你不会跳舞吗？你看起来很会跳舞。不会。你那么忙干嘛？你去哪里啊？看起来很会跳哦，要不要要跳一下？不会不会。是你吧？你是舞蹈高手？我不是我不是。你不是吗？哦，我不是。哦。哎呦，这个要怎么找呢？哎呦，金色的太阳照遍江野，丰收的面田白银浪，一起采棉红浓浓的香烟，采下的棉花香山。哇哦，火车飞机云啊，四面八方也，新疆的棉花。哇，姐姐们那么美哦。因为我现在在找人。你们要找什么啦？舞蹈高人是你们吗？舞蹈高人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你刚刚跳那么好，是你们吧？是你吧？跳那么好、啊，谢谢谢谢哦。你确定不是你们吗？不是。哦 ，popping 不会吗？对，这个我会。好，谢谢谢谢哦。哎，我怎么找呢？我找一些年轻的。年轻人，是你吧？我不是、啊。就是你吧？会跳舞吗？你看起来很会跳舞。我不会玩。你看起来很那一套。不会。哎呦，我要怎么找到呢？在哪里呢？舞蹈高人，舞蹈高人在哪里呢？你好，看起来很会跳舞的感觉哦。我不会跳舞，我不会跳，他会跳舞。我就一点点，一点点。会什么舞蹈 ？Breaking。哇！是，这来一个那个简单的吗？就一个动作、啊。哎，一个动作好、啊。哇，在这里 breaking。哇！哇！哇 ！Cool。哇！你就是我要找的人，对吗？舞蹈高人，没有。好、啊，谢谢谢谢。你是在这里在补身体吗？我看东西啊。看东西啊。他感觉没有真正的在看他的东西。哎，如果我这样的话，
送到你，你会怎么接呢？哇哦！哇哦！你这个会吗？哦呦！哦哦呦！哦呦！哦呦！哎呦 ，popping，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。哦呦！哎。接下来有请世界一流战队三儿带来总决赛作品，这是关于三儿成长的故事，也是三儿和母亲的故事。那我请问一下大家，你们是我找的舞蹈高人吗？是。哦，你们刚刚一直在藏在这里啊？对啊，我藏在各个角落。啊，怎么没看到呢？我一直在跟很多。他说：“阿姨们在跳舞。”哎呦，刚刚，我收到一个任务，就是要完整三个快闪。哎，他们都是 popping 的吗？对，都是 popping， 都是 popping。对，你认识吗？都是朋友。对。哇，从小的朋友。啊，从小的朋友。过来。啊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三通。啊，你叫三儿，你也叫三儿。他叫三通。三通。嗯。都是叫三什么？对，三然、三飞。哇，你这个组合叫哦，太厉害了。好，那这样好不好？我跟三儿去找那个场地，你们去找可以练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好，那我们一会儿再见。好，加油啊！啊，加油！一会儿见。哎，太久没见了，哎，是没有多久，一个月。冠军感觉怎么样？啊？谁冠军？啊？你在我心里，我的心里中是就。他冠军，在我心里，你是我心里的冠军。哦，是吗？哎呦，我们去找地方好不好？好。哇，好多人在那个咖啡厅呢，要远远的看一下，远远的看一下。我先走啊，你让我后面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有好多咖啡啊。这个好像行啊。你在默默的看吗？对，我在默默的看啊。你没有，你好明显。我没有很明显。不要那么明显。没有很明显啊。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地方，哎呦，这个地方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那打招呼啊？怎么办？要不要定这？我就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对啊，这边还不错哦。对，因为这有空间。我们要快闪，就是要让人家很惊讶的。怎么样？感觉 OK 吗？对，可以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。我这个空间 OK 啊。刚有一个想法，比如说会这样。哦，敲桌子。两位。哎呀，哎呀。然后后来呢，有几个人从那边这边这样走过来，怎么样？进来是吧？对，他们哎，他们可以其实从外面站一步，是不是可以？好不好？那我们快点去练一个。可以。哎，那如果他们提前进来坐，会有地方坐吗？那提前来坐一下，提前来坐，来喝一杯咖啡，对，好不好？对。OK， 咖啡厅完了，可以了。咖啡厅，你刚才说健身房对吧？
这有健身房吗？肯定会有吧。你好，那个这里有没有健身房？健身房在七楼。七楼啊，上楼。七楼啊，我们现在几楼啊？现在是六楼。哦，那我们再上一层吗？因为我们六六六，因为我们六六六。啊，看到了吗？因为我们六六六。哇！因为我们六六六。哇，这也很酷哦！哇哦，哦有人在这里健身。这个地方可以是吗？要怎么？哦，然后音箱也有，因为健身房都有音箱。哦，你看，现在已经有音箱了。其实这个也可以健身。OK， 假装，这样怎么？然后突然间。哥，我们上这边看看。哦，这边可以啊。这里应该会很酷。我觉得这样两个地方。嗯，这边先跳，然后那边跳。我要那边。OK。你好，他想办个会员啊？办那个最贵的那个啊？我吗？现在办还是怎么办？啊，他现在给你现金。哦，现金啊？对啊。还有开玩笑，没有。真的把手机拿出来？有手机拿出来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在这里跳一点舞蹈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们去下一个地方。刚刚说是一个电梯啊。哎，这个好像就行，就这个。哎，也可以在这里做什么？对，可以啊。对，这里危险，所以就一些简单的吧。对，左右，然后手部的 wave， 然后一下来我们就可以。怎么样？可以，这边可以。OK， 好，现在来吧。现在来，我们也先去排练啊。旁边排舞啊，三个舞啊。OK， 好，他们应该找到了吧？他们应该找到了。啊，我们去吧。哦，在这里。努力勇敢，努力不老去的。哎，有了！哇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哇，那么多包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很酷哦！哎呦，衣服啊！哦呦，这个帅哦，这个。哇呀！啊，衣服架子，哎呀，男生。你看啊，男生。突然感觉要跳舞。哎呦，男生。哎呀！哎呦！男生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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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哎，这个就酷，这个酷。哦呦，男生。酷，这酷啊！哎，那我们是顺序是第一个是咖啡厅吗？先跳咖啡厅嘛。好，请问我们有多久的时间？对，我们的时间就到5:30。现在几点？现在3:30，还有两个小时。5:30，两个小时排三个舞。两个小时三个舞蹈。啊？加油！哎呦，是三个舞蹈啊！你可以的，哥，我们一起完成它，好，可以的。1, 2, 3, 4, 5, 6, 7, 8。什么？哎，对，哎，这个主意好，这个。5, 6。哇，这个想法好哎。哇，哎，这是好想法。要不要加一个 done？ 是这样的，怎么样？大。对，加头。哦，好像鸽子啊。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就哎，假装什么都没有。对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就这样，该干嘛干嘛去，该上厕所上厕所。走了吗？啊，练一下。刚跳了，不不不，一二三，哎。对，马上若无其事的感觉。对对对对。你一直站在这里，我是一个路人，我看你们好奇怪。哦，对，有，会有想法。状态，进入状态。一二三，来，怎么了？对，可以 ，OK， 我来音乐，跟音乐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哎，坐坐，那、这个我刚刚是哪里卡住了？哎，堵，这大章鱼那里，然后呢？然后做位舞，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哎，怎么做？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不是，那这啪，哎呦呦，跟音乐来一遍，没有，就踏。哎呀，我要怎么记得住呢？再一次吧。再一次。Mark。
看。哇，哎，哇，这个记不住啊，这个。OK， 但是的，他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用音乐。停住，敲 ，OK 吗 ？OK， 再来一遍还是下一个？再来一次吧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好 ，OK， 一起来吧。OK， 哇，记住了呀！记住了，这问题有三个，怎么？第二个，来吧，继续。呼，小跳，大章鱼，哎呀，记得哎。问题是第一个怎么跳呢？第二个是。第一个来吧，第一个好，快点快点，没时间了，再 marking 吧，马上第三个，马上第三个，抓紧，好耶，加油、哦、加油 ，OK， 快速做一次过，可以 ，nice， 好不好？好耶，加油、哦、加油 ，OK， 哎、欸欸，不认识你。哪位啊？哎，我认识你。对对，我们两个认识。好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走吧。从这个时候，我们不认识了。只要下去这个台阶，我们就不认识了。哎，真的有人在那个咖啡厅里。哎呦呦，我好紧张哦！呦，好紧张哦！哎呦，怎么那么紧张呢？咚，这个炸，这个他，两位，谢谢。这个咚，这个吃咚，对，啊咚，咔咔，爆球，啪咚啪，咚炸咚 ，OK， 啊。来，很紧张，但是几乎就是大部分的那些动作都没有跳出。健身房在哪里？健身房在上面。哎，没人哦，有人，哦，还是有人的。来，我们这边先拿衣服哥。好。哎呀，要运动了哈。哇，厉害！
这个完了以后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回到这里，回到这里，回到前面，啊，这个开始了，开始了。这样，哦，他就可以放音乐了。他不理我，他不理我。是这样吗？开始我的肌肉啊，哎呦！大点声，大点声，大点声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从头。听不到哎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都很顺利，没想到还是出了点小差错，有点遗憾，但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。接下来的最后一支舞蹈，最难的地方在于怎么卡下电梯的时间。希望一切顺利。没有表，对，没有表。手机记一下，我们下去要多久？哦、oh, ，OK OK， 四秒，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行啊，哎呦，好长、哦，好长啊、哦！哇，三十秒，三十秒，三十秒。生人的前面跳舞，哇，体验很新鲜，很爽，辛苦了，耶、yeah! ！世界一流。体验一天的音乐外卖员，哇！我今天要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一日美食店主，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
我们以后如果可以一起做一个东西，我觉得完成一场弄堂音乐会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！我们刚刚就是一个完全即兴的一个挑战，三场舞蹈快闪。没错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外卖来了。有幸的话，你好，好美的声音哦！我被你的这个声音，嫩美的声音吸引过来了。嫁给我好吗？我是要做他最后一个忘记的人。我28岁才找到自己的天赋。我在帮助13岁的我自己一样。哇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！哎呦，我就可以做一个乐队哦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干杯！耶，成功！我能用音乐打动他们，让他们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摆个 pose。You know what I'm saying？ 那个是。你把这个破了，我们本来帅帅的。哎，算了，已经过了。这样很帅，这样很帅了。但是有你的声音，把他那个声音逼掉。哎，我们其实就这么干帅站着就很帅。谁帅？就是你呀。真的很帅，大家。